我是阿远。你看阿旺在做什么？很努力的在上片呐、啊。你又拍 vlog 啊？你看，做你没拍 vlog 啊，都遇到我在上片的。这样就显得你非常的努力。今天我突然间啊，又有一个概念。有一个概念，你懂的啦，是不是？你们这样喜欢看我们三条水互相伤害，这样我们今天就来互相伤害。我觉得我们除了互相伤害之外，我们过要出一个系列叫互相疼爱的，因为哦，你懂啦，友情这种东西，如果你一直在伤害对方的话哦，我怕我们走不久。OK， 回到正题，今天的正题呢，就是等下小明呢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是现在小明已经是来着我的家，然后阿旺一早就已经到我家嘛，然后小明现在来着我的家，然后我突然间就有个概念，所以我就今天拍了这一个 vlog， 就是要 prank 小明。要讲 prank 呢，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走，我们要离开我家的时候，等一下我们要离开我家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可能我驾阿旺驾车，驾小明的车，然后让小明做乘客，然后走到一个地方。我们就叫他骗小明下车，然后我们直接开走他的车，丢他一个人在那边，然后我们再绕一大圈回来，我们偷偷拍他在那边干什么，他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 prank， 但是我觉得很好玩。你是安慰我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真的真的。哦，真的、啊。真的真的，我心跳了一下。我成功 prank 到他了 ，yes。所以今天影片可以到这边结束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出去浪了啦。什么？你要驾车啊？是、主动都要驾车，什么概念呢、啊？讲好啊！他很久很久都不会主动想要驾车，这一次就给他驾。喂，开不到啊喂！有绑带吗？你们？没有。等下又被泡啊！讲你们没有安全意识。奇怪、欸，你的车。我没有听到咚咚咚的声音。有啊。你做这个斜坡这个图。凹凸的时候，没有，我没有，没有，不是，我觉得是打压的问题。打压的问题。是哎、欸、喂，我也是有听到一点点。好笑吗？确定吗？你注意听，你不要听那冷气的声音，冷气的声音会盖掉的。我们这种专业的车手，一听就知道什么问题。我觉得你的打压能给铁钉剁到了，给铁钉剁到不是直接反击啊？没有，还是剁到了。哎，听讲给铁钉插到的话，就最好不要走了，很伤打压的嘞。你要不要下车看一下哦？下车看。要下车看一下。我一听就懂了，是那种 stepler 的那种铁钉。stepler 插的金打压，好笑没有？下次看。那你一边，你驾车那边的、啊。那边。我觉得是我要是我驾车这边的前面，要不然就是，我驾车的后面那一边。去看啊，去看啊。那边呢？阿旺啊，阿旺驾车那边。我这边，我这边。啊，这，哎。你的车会插铁钉了，有吗？看一下前面这边，有吗？你过去一下，我看可能你退后一点。退后一点看。我相信。这里没有铁钉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哪里有？没有啊。
管了，我不要管了。现在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去 KL 走一趟啊！我们到处去绕一下，然后我们等下再绕回去看他在做梦。小明，你好唔幸啊！你呢一生，你认识咗我哋啊！你真系好唔幸啊！就我绕回去看。我接着等多一下子线。不要让这游戏这么快结束。他在问我在那干嘛？很开心，无奈。我不能哦，有些事啊，你笑啊，你会越笑越不停的哦。我现在要走过去，然后假装好了，不要玩了，还要上油的时候再踩油门，再踩油门，再踩油门，可以可以。小明，我们来救你了，他在前面了。还是妹妹，那上来啦，不要玩啦。来了。哎，这样巧的。一个人啊，来的喂，你没有掺那两条水了，中午节一条水爆了。是啊喂，江寂寞啊，上来啦，上来啦，你这个白灯啊，就到。哇，太阳很晒啊喂，白灯白我这样拍你，不会不会有背光啊？哎呦，我们今天时间大宝，我们陪你摇车哦，不用急。OK， 不用急，现在我在对面，我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。OK， 我们这样走过来。结束了。认真了，认真了，不要玩了，要去吃了，肚子饿了。哎，请肚子饿了，肚子饿了，不要玩了。我不要玩了，我自己走了。我笑到出汗了，我刚冲凉罢了哎。Go! 我不会不靠。OK， 我们这一次真的够了，真的够了，我们可以这样上来了，真的。要看我心情。看到吗？有那个阳光那边挡着，你们应该看不到，在这边。哎，好了，上来了。关车啊，关车。他老改哦哈。哎、欸，昨天一个人的，昨天一条水啊，另外两条水，没有给你出来呗？不用紧啦，你还有他陪你吗？是不是？小美，好啦，放 OK 啦。臭老师。阿爸，干老得放 OK 阿爸。阿爸。阿爸，我刚暗镜啊你！阿爸，冇老改啊！我们人生中，如果没有认识小明这种智商的朋友的话，我们也很难这样开心的。这种叫损友哇！太阳西北大力啊，很刺眼啊！OK， 所以今天影片到这结束啦，各位演主大们，我们下集。哎呀！不能让你先了，干！
Cheers!